的电影，台语电影的电影盛世。然后它其实也有音乐电影，但可能不是这么澎湃的，像欧美风格的那种歌舞片。一开始都是那个歌仔戏电影，然后后来有跟文夏老师啊，他们就是有音乐喜剧电影或音乐悲剧电影。台湾有好多以前不管是故事或是历史，各行各业都有很多故事，或者说他们的一些风格美学，可是我们好像都不知道。这几年每个领域都有人在挖出来，不管是戏剧、音乐还是时尚、饮食，对。所以我就说，你这个戏一定要做，不管多么的困难，要不然我们也可以聊聊天，想想一些卡司啊。至少日治时期，很多音乐家在日本受音乐教育，带回来很多这个西洋的音乐。在5060开始，可能又有受到西方的 rock and roll 开始，可能听猫王、听 Bob Dylan 等等的，然后再加上演歌和民间的演歌的影响，或是歌仔戏的影响，就觉得5060的台湾应该是一个至少在音乐上，或是我们要重新创造那个魔幻的想象，是很有很百花齐放、很生命力的。对，所以其实刚那些风格都是这个戏中可能出现的元素，在作曲上或编曲上也尽量去避免太80、90的东西，弦乐都是比较小型的弦乐，再加上那些竖笛啊、萨克斯风啊、下巴，就是想要去重建一个那个我们想象的那个色彩。那事实上，其实你听很多5060的老歌，编曲也是这些色彩，只是可能在录音品质，它可能听起来跟现在的比较不一样。但我们用现在的重新的编曲跟收音方式来呈现，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讲，就是一个我们用现在的语言去揣摩，创造一个想象的1960的听觉这样子。所以演得很爽，所以一定要来看，谢谢。好，婉清，因为很好看，跟我们大家都很漂亮，你来看我们在台上每一波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认真的在练台语啊，把这个台湾的母语把它发扬光大，所以我们都很认真在这一块，希望大家能够来看。因为这是一出真的非常精致的手工业的呈现。因为温冰姐老公赞水就好，因为这么看，因为这么看，赞，因为我是台中人啦，那是台中人支持台中人哦，就来看咱台湾有一个哈利啦哦，赞哦。用咱家己的语言，换咱家己的故事，好看啊，有跳舞、唱歌，哦，啊来再吹冷气，啊，热天嘛是真好，真好，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